警察给我打电话联络一下的这个。警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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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急性通缉犯前往医院，15时许，就医完毕后，在急诊室门口等待上警车时，前方停放一辆红色自小客车，借户员警突遭在旁探视急嫌之男性友人，用手臂以强暴胁迫的方式，将员警架在旁边车门上，致使无法抗拒，急嫌趁机跳上该红色车辆逃逸。 本分局已掌握相关犯嫌身份及作案车辆，正积极查捕中。待将急嫌及相关共犯缉捕到案后，统一对外说明。非家属、非亲属的状况下，是否可以最高有多少时间？这个部分事实上是作业规范是不允许的。哦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如果有，我们会再要求通，这个部分要更谨慎。